你看这个是盖啊。OK， 所以我们轮流弹那个给他的尾巴，所以谁把那个尾巴弄断就喝完一杯。咬是吗？可以轻轻弹吗？对啊，下分啊。你要先弄。有点刺激啊。他会断的。大姨，大姨，其实你可以单你弹给他，帮你先。你拿着，你拿着。对，哎哎哎，你拿着，你拿着，我弹啊。你要，所以你看他玩这边吗？你要就这样。哦、okay ，他就容易断了。你要打歪歪。大姨，阿姨。OK。来，你拿着，然后你弹，你弹，你弹。OK。阿姨弹。我要 OK， 我弹。OK， 你拿着我弹啊。嘿嘿。因为你们怎么弹这样轻啊？弹大力一点。因为他要喝，所以他要弹大力。而且他要断的。他会断的。他会断，所以弄断的那个人要喝完，要喝完那个小酒。哇！它是烈酒的味道，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？我觉得一烧下去，我应该会睡哦。好了好了，慢慢喝啦。妈妈给我妈妈喝，好好好。来，这个 Kaki Botol 一定是 Scotty shot 喝完。Scotty shot， 来来来，看你 one shot， 来。